拿起来。 我喜欢听到垃圾车的音乐，才知道说哦，垃圾车来了，要到垃圾了，那很好听啊，会啊，打招呼啊，大家互相问好啊。 这个保特瓶要在一起，这个罐子另外换，这个玻璃瓶来另外换，不能换在一起。应该是会分比较好，不然会被人家讲话，你就觉得很丢脸。 有些人家都大部分都是他把那垃圾拿来就丢了，然后就走开了啊。现在垃圾不落地，哎，这样是比较卫生，比较干净，哎。